看蓝蓝的青天上，白日放光芒。解放军四艘舰载及驱逐舰之下我方海域进军。敌人是科目机载机，科目机载机，那我们共同成功吧。美国海军神盾舰队也在海峡中现权益，但总统希望我海空三军能有所应应。什么意思？要我们海军进击出港吗？大家请稍安勿躁，和注意，我们可有共军空中武力集资。报告长官，目前没有动静。丁福来这人本就是优柔寡断。不行，你这样的假设本是大胆大胆，不过是政治逻辑罢了。大家想想，这些年中共海军吃香喝辣，花钱如流水，到店向下饺子，从新航母到潜舰，还花钱盖老船。您的意思是萧金龙从中捞了不少油水，而丁福来看到眼红？这就是现实。老共的空军比起海军格局小得多，此次行动想必是老萧既要有所作为，又怕损伤太大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才派兵在敌。在座长官，海军为整体作战，不论支援或备战，都应依任务编组出港。还有左营号代表我军胜利之光。左营号大修尚未尽全功，我记得四座引擎中还有一座未完全复原。即使如此，只要派出左营号，就可展现我海军坚强意志与精神。对对对，绝不可让国民小瞧我们台湾人。我们还有光六海军、锦江级南宫可以一起出动，壮大声势。让共军看到我们战力就只有这些。领海固然是神圣不可侵犯，面对强敌也必须量力而为。这样一来，如果不幸出事，你们当中又有谁能负责？身为武人，保家卫国理所当然。长官，我海军用人方面亦有厚此薄彼之嫌，左营舰舰长雷上校已经多年未获，事实上也会一直如此。中美一战在所难免，保存我实力押宝美军获胜还是王道。我舰艇待在坐标方格定点距离即可，其实没有共军领空，连出动都可以省了。在澎湖岛上用手三飞弹把来办共军当马射就绰绰有余。以上，散会。何助理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，副司令。现在这里没有外人。是，父亲。你最近似乎特别关注左营号与雷舰长。我只是不希望敌舰在我海域偷袭之事重演。爸爸没说这个李一不是坏人，我的意思是像他这种脑门充血的军人，海军官效益大把的。中国政局持续动乱，而且不断升高，所以我压根没有希望你回来台湾，待在美国百克莱都好。但身为台湾人，报国唯有尽献所学。还好你爸这海军副司令平常就广结善缘，帮你安插在总统身边担任特别助理。谢谢爸爸安排。我听总统说你第一份讲稿和社论都写得非常不错，总算没给爸丢脸。谢谢爸爸栽培。还有总统府发言人那个叫什么吴承恩一直在注意你，还四处请托到我这儿。爸爸，他爸爸好像是富商，妈妈是政务官还是法官？他本人听说是南加大毕业，不正好和你都在加州？如果是雷上校的话，防务上不会有问题。不，他本人就是个问题。加语人们都是只看表面的，长官说什么，就算心里反对，站起来拍拍手点点头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很难想象雷上校会想当缩头乌龟。政治这种连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，雷这人就是太正直到令人反感。闺女啊，南加大和海关不安全吧？怎么了？共军发射飞弹袭击美国战机。Shit. They are firing. Chinese fire to us. Scoot it, now.
Caution.